易安音乐社参与了易安中学的交换生计划。今天是报到的日子，所以我们一大早就在路边等待巴士。方贤瑞和展一文怎么还不到啊？时间确定给他们了吗？早就跟展一文说过了，不要和方祥瑞走得太近，笨蛋是会传染的。哎，我打个电话。来了来了，学长，这边这边。你不会又差点睡过头了吧？哎，怎么会？人全齐了吧？可以出发了。还差展一文呢，迟毅，你打个电话吧。不用了，我到了。展一文，你这是要野炊吗？背着一个小山在背上干嘛？展一文，你在扮演骆驼吗？这里面都是零食，没有你的份儿。我错了。吓了我一跳，一大早的，刚刚心脏都跳了一拍，怎么出什么事情了吗？伙伴们，好像起雾了。哎，真的。哇，越来越大了，什么情况？不应该呀，我出门的时候看天气预报，哎，没说会起雾啊。兄弟们，车来了！哎，上车，上车！是这辆车吗？孙一航，上车啦！再不上车，就丢下你一个人喽。啊，终于能坐下来了，真是累死我了。心里。别放过道啊，会影响到其他人的。展一文，这里哪有其他人，就我们几个，放心啦。没有吗？这个点，除了我们，还会有谁起得这么早啊？包车的感觉，就是爽。哎，你们看，外面下雨了。有种出师不利的感觉。别这么想，能赶在下雨前上车，我们不是挺幸运的吗？哎，我去前面问问司机，大概多久能到？拜托你喽。师傅，麻烦问一下，四中还有多久能到？师傅。闪光照在司机青灰色的脸上，面无表情，如死人一般。孙一航感到害怕。不好意思啊。我早饭都没吃，文文，你就给我一点吃的吧。哎，孙一航，回来了，要不要吃点东西呢？展英文爱的早餐哦。啊，不了，谢谢啊。你怎么了？脸色不太好。对了，你刚刚不是去问了司机吗？我们还有多久到啊？李默，你不觉得那个司机怪怪的？哪里？我刚刚和他说了两句话，都没有回答我。哎，总之就是感觉不太好。也许是个高冷的叔叔呢。你说我们会不会坐错车了？然后就发生了一系列的杀人案。学长，你别吓我。
宽心吧，我们没有做错，这个啊就是他们学校的校车，你看那上面不就是他们学校的贴纸吗？有一半被撕掉了，感觉贴了很久，大概是我想多了。我要睡一会儿了，你到了叫我。嗯，那我也睡一会儿。那我也同上。我们也睡一会儿吧，养足精神，接下来还会有不一样的校园生活等着我们呢。说不定那里也有一个音乐社呢，我也很期待。未完待续。